改编自陈某漫画作品的《火凤燎原大战》，采用了时下流行的卡牌游戏模式，让玩家可以将燎原火、小梦、司马懿等人气角色收集起来，组成自己的梦幻队伍，纵横三国时代。游戏的战斗采用即时战略的模式，开战时要先排好最有利的阵势，两军交战时则要记得依照兵种相克的原理来指挥调度，只要攻向城门就能够获得胜利。当实力超过敌军许多的时候，也可以使用自动战斗来节省时间哦。